1磅等于多少公斤？磅是英国与美国所使用的音质质量单位，而公斤是重量单位，用来计量固态物体居多。那么一磅等于多少公斤呢？在1958年，美国以及其他英联邦会员国承认一磅等于 453.59237 克。实际上，公斤就是千克，两者的说法不同，但意思相同。我们知道，一公斤等于1000克，一斤等于500克，所以一磅约等于0.45公斤。